被一群人趴在那个。观看的感觉如何？船长都无言了。船长应该很习惯吧。稍微出去看一下。那游泳池在哪？到我们17楼哈，一路游行过来，到17楼还会有我们的花样的秀。从上面吧。我们过去吧。这边晚上会有放电影。管制那个，对，里面座位比较少。它有16楼人在里面。嗯，我觉得这比中国的好多啊。就没有人了，就觉得比较爽。没有了，东西真的中国会比较多哎。尤其吃素的人，真的建议来八楼外面的清真吧，因为可以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那几样。不用排那么久。嗯。火做醉，水果跟沙拉都有，鱼丸汤，鱼丸汤，这蛮好喝的。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夕阳，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夕阳。吃完饭，吃饭吃到一半，突然发现，哇，夕阳哎，要下去了哎。对，重叶海平线哎，水平线的落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要看不到了。你们回去会有时间剪吗？就慢慢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我之前日本那个
拍完我长达一年的时间慢慢把它剪完。你有剪哦？有啊，还没拿就看一下。已经，可是那个时候拍的不是很好，因为那台相机也不防震，然后也不就旧的那台相机不好，会有很多片段都不能用。那相机垃圾啊！因为要等你一年呢、哦。我都灭了。好，我努力。我现在无业游民，我应该蛮有时间剪。第一次游轮体验，截至目前为止感觉。终于那个灾难了。真的把火都起来了，大家都很苦恼，每个人都怒火中烧。怎么会滑水啊？有一个滑水道啊，出去咻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吃早饭去吧。啊，你不要吃太饱哎，你咻就吐出来了。那要不要吐一下？吐一下，要帮你吃，妈妈帮你吃。吃很快乐。桌，他有牌桌是吧？不要，天哪，有啦，吃饭啦！哪个冰来？绿色的冰。在旁边是讲过来冰一点，对不对？先放一点。但每一种不太一样啊。就没拍到风景。自己来的哦。三碗饭，没想要其他。先吃掉一部分。不是全素的。
红豆，好吃吗？来玩多久？大姐在问这一台跟铁达尼号哪个比较好玩？是啊，当年的铁达尼号应该比较好玩，应该比这好玩很多哦。啊，刚从冲绳采购回来，终于要上船了。一刀三把的呢。啊，对啊，刚狼狈的从超市回来了，这太赶了。上船还要排队耶。